香港海關方面在今年的6月2日至7日就採取了執法行動，在整個行動中我們總共拘捕了4名人士，並且是檢獲超過66000件高價的貨品，2.3 噸的貴價食材，以及186公斤的受管制瀕危動植物物種，市值是高達1億2000萬港元的。如果以貨值來計，這一宗案件會是香港海關破獲同類案件有記錄以來最高金額的一宗。在6月2日的凌晨，雖然當晚的天氣如果大家記得呢，其實曾經是 發出過紅雨的警告信號的，但是我們的行動是仍然繼續。我們發現到目標車輛是駛去了流浮山一帶的偏僻岸邊，就匯合了一艘的快艇。當我們見到走私分子開始將他的貨車上面的貨物是運落快艇的時候，我們香港海關見時機成熟，就果斷地就立刻採取了執法的行動。走私分子發現了我們的追捕之後，就即刻是已經將貨物和貨車是棄置，並且是跳上了快艇，以高速是駛往內地的方向逃去的。其後海關人員亦都繼續突擊新界3個的倉庫和1個的住宅單位，合共是拘捕了4名的男子，年齡是介乎35至62歲，並且在上水的一個倉庫裏面是檢獲更多的懷疑走私物品。我們仍然是對這宗案件繼續調查，亦都追捕涉案的人士，稍後相信亦都會有更多人被捕的。今年以來呢，海關破獲的海上走私案件呢，就可以說是一宗比一宗高的金額。咁我哋估計咧，可能係同香港海關咧喺今年咧，我哋加大力度去打擊一啲海上走私活動咧，係有密切嘅關係嘅，以至咧一啲走私嘅分子咧係有所避忌，佢哋咧冇咁容易可以將一啲走私貨物咧就偷運翻去內地。咁咧就佢好多時候咧係需要先囤積起一啲嘅走私貨物，而且等候機會。咁咧就當時機到嘅時候咧，佢哋就會抱住搏一搏嘅心態。就一次過就用一些快艇或者俗稱的大飛，將大量的貨物就走私回內地。